艺人关之琳的爸爸著名艺人关山在香港殡仪馆出殡。在10月11号早上的7点几，关之琳就和细佬关世华一起来到殡仪馆，亲友和圈中好友钟镇涛和太太范姜陆续到场送关山最后一程。大约有14名的喇嘛在灵堂诵经，大殓仪式大概在早上9点几就完成。关世华手持爸爸的遗照步出殡仪馆，而关之琳和20几名的亲友就在后面跟着一起上了部中港旅游巴。而在同一时间，运送关山遗体的灵车就在停车场开出了，目的地就是深圳大鹏湾华侨墓园。